啊，连续拿两个垃圾、欸、怎么办？这个必须升级，这个不用想了。哦，有埋伏。首先拿的还是很烂，然后未来又会太难做，因为苹果会让你的野兽。请问 iPhone 是这边排队吗？也会比较难送掉。这边完美糊了，这边苹果一定会打掉，然后我可以让你们选一下，直接拿前面两只打一个必胜吗？这边应该就不会选择买卖怪了，因为这边的怪本身就很大了。那我就买一个两只结案，那我这样买好了，我先买一张绿，变大，这样。哦，有埋伏。哇塞，差点送不掉，大到差点送不掉。我们要观察一下有没有人升级的哦，然后再决定待会要不要按升级。你还真厉害，看来我拖鞋不升级我就可以买了，因为它不升级就会整排都是四星，打头会超痛的，所以你一定要拉怪。但是它如果按升了，那我们就一起升。所以现在就是静观其变，看他怎么做。我可以先开一下这个。那看起来他是买怪的那一种。不按这个，这个可以再冷。他也可能在看我啊，这个是绝对有可能的。但是我处在一个比较那个主动的一方，两边要说的话，我比较主动一点，因为我是要升不升都可以。那他的话可能就是不能升，因为他手上如果还要拉怪的话，哇，拿这一张的话，旅店放大超过瘾。那不升了，按个一，哇塞，舒服起来了，各位。哇塞，超大的，大的有点离谱。你有办法轻松搞定他们。结果他也超强欸，这样子我还不一定能赢欸，他第一只怪有点猛。那就是打了一个平局，平局加二，他好强哦。这个要拿，可以升了，钱超多了，然后一直连胜。简直是跟鬼一样，那先拿再说。哦，那我出这一只的话，选项变多了。点眼睛吧，反正眼睛不会合。点眼睛，蜡烛，不是那个打火机，一定赢，所以打掉。然后能赚就赚。对面上午、哦，那就是又是一个稳赢局。眼睛合了。酒吧里面不准打架，要打就外面打。做了比较多的分析啊，这边就是分析稳赢，然后稳拿资源，所以也不要做太强，就刚刚好就好了。凡事求个刚好。这样我们就白嫖了，加三加三。然后16块钱，哇塞，16块怎么回事？升级有机会拿到拳手，拿拳手之前先按个一，先确认一下这个。拳手的话就吃鸡了，可惜没有这么好的事。
左边章鱼可以直接删去，然后冰冰没有大颗的橘，有地质，有恶魔，所以冰冰养大可以用重生的方式再让它复活一次。我会拿冰冰，然后冰冰不贴这个宝宝，因为贴上去到时候重生就会失效。那个手下不会让你走歪路的。你已经领先很多了，接下来要守住优势。对啊，我想要再扩大优势，我现在在想怎么样再扩大优势，我不是想要怎么赢，因为现在想的是未来怎么样变强。那我的想法就是能发育的牌就尽量扣发育，像这个放手里都还会变大，我就尽量多多少少飘一点，然后上六拿刺客啊什么的，刺客地质男爵全到了，九十十一十二，我的钱是升级买地质要花12块不够，负一，那也就是说这回合不用升级，先按个一。哎，这个一也太烂了吧！这本书你可以先存着，升级再打，可以刷六的牌，也可以直接打就是找男爵地质。这把同样有野兽，还是很烦。手中有战虫，战虫可以直接打掉，拿到钱，种族为1、2、3、4，4块。那你这个牌加这个牌就等于不亏钱，可以拿下来。这才是可以放心依靠的伙伴。读书也不亏，先读一本书吧。真正的蜡烛是心里的蜡烛。可以升级。但是我想拿这个钻。值得拥有的新成员。玩色色流也有机会。你反应速度可真快。你已经领先很多了，接下来要守住优势。刚好拿满法术。分母加一，你加起来。这把有两个玩法喽，我已经部署了两个玩法出来了，感谢我们那个沙奈子加一，玩法多起来喽。看来我最好别人。先把这个打掉，先把灵元打掉。野兽3张，我们先确定组合，再决定，先刷。黄金是黄金，然后能合就合。能合我们就先确定，然后开六，先把关键的东西先搞出来。那这个我先丢掉，先出这个，这个我应该是输不了，打一发，先开，肯定是拿这一张，这个先开，这个先开，这个色色流也不错，不然来玩色色流。那这把全自动打火机预备，要是转盘转到这一只就很烦，所以不要这样子转，这个不用拿，刷就好了。有后备成员是一件好事。在这边转比较没差。我们回合奖励升级过了，额外战吼，你已经领先很多了，接下来要守住优势。
胶是断别人哦，就是我用不到，但是我不出，因为我不想让别人这么容易组成那个最终阵。哇塞，没打到，没打到吗？打到一个会扣血的位置。然后我要转那个全自动打火机，待会把这些野兽全部射歪。断你香蕉啊！不啊，你真的太无情了！拿是可以拿的，拿着打出去没问题。法术自由可以乱开。快快招募那个手下！怎么会刚好在这边呢、啊？嗯？把香蕉继续断掉吧，如果有白狼那再说了。哦，有埋伏。嗯，钱打干呢、啊。无论如何，我们都很强。九张牌，好吧，以后他们不会想再惹你这样的人了。冰霜分身有机会那个，开上线。奇妙，先点一个冰冰，要加全部。我是你的话，我会马上招募那个手下。刺客冰冰，怎么样也比其他牌强那么一点吗？有后备成员是一件好事，这才是可以放心依靠的伙伴。死神，死神！哎、欸，怎么变狼阵了？聊天室啊，怎么回事啊？你不想加入吗？已经领先很多了，接下来要守住优势。射他刺客，射他弟子。感觉双修好像也蛮强的哎、欸，对不对？好像双修就可以吃鸡了。是不是我们就双修吃鸡呢？主要是现在我就把他们的牌都断光了，他们转不出，他们应该转不太出来野兽吧？我有一个理解是，他们的牌好像都被断光了，你们未必转得出来哦。垄断市场的部分啊。马太多了吧？刺客三合一没什么用哎、
可以卖刺客操作一下啦，不然好挤哦、喔。手不要发抖，交给我。哇，刺客金卡。附身白狼。我也不信任那个家伙。你不想加入吗？你已经领先很多了，接下来要守住优势。打我刺客下流。打我刺客啊，结果还是被我正面穿了。打这家是野兽，所以打火机最强。这家怕打火机的，所以火机合一，然后地质搞一波他就爆了。只要起手 biu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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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可以把它 biu 完了。地质啊，来了地质啊，直接上两个打火机，疯狂打火，六星过滤一开，太无情的口诀，已经到这种境界了。再一个地质，再一个打火机上去，香蕉体系应该是不需要做吧。金地质普白狼没男爵，所以不变比较强。不变，然后直接射他。别动，这是抢劫！家有丰富的金矿，别让它飞走啊！我先看一眼它是什么样子来。我可以射掉地质，那它输了，它只有120没了。轻取。没有one punch，就是他还是有上书拼个坚守的机会。真是精彩的对决！准备好要掏金喽！先后手吗？看运气啊，50-50。不拿这个，如果他先，我可能会输。找牌就行了吧？你的宠物看起来。射他，欸，他先我就射不掉了，来不及把他 build 掉，让他触发了，那就堂堂正面，堂堂正正的正面对决了，各位，男人之间的较量，较量起来，
刺客两个都死了，准备复活，双刺，刺两次，267，配合香蕉，所以翻了三倍啊，各位。还敢玩野兽？问过我吗？所以现在打野兽，我们以往都说爆爆地质，或者是爆爆决，或者是用决斗。那打火机是一个思路。那如果你没办法组成完整的打火机，那你可以来一个地质打火机，然后冰冰也可以。这个大家可以参考一下。未来的话，我想会运用到非常多，因为暴雪在这个版本让野兽的破绽太小了。未来的话就是靠这个打火机地质反射回去，然后让对手不要这么容易的 打开上线。然后我疯狂的，而且如果你这样子玩啊，也会断他的牌，你有发现吗？我几乎都是拿他的牌在打。这把我觉得很精髓的点就在于这个，我们早早就在拿野兽的牌，虽然我没办法转成野兽，但是我也降低了他的强度。并且这些野兽牌我还能加减用一下，对不对？金地质、金香蕉，我还能加减用。给大家最后看一下抽奖吧，然后也感谢今天这个加赛的朋友。这个月圣诞月啊，我们有 S5 Pro 抽 Steam Day Olay， 还有 PS5 Slim。那有抽到的话，还有这个可爱馒头线上，感谢大家支持啊！